位于中和闹区有一间麻辣锅店，店内座位摆设相当宽敞。老板告诉我们，店里汤头高达七种之多，无论客人是爱麻辣的刺激口感，还是不吃辣的，都能够满足客人挑剔的味蕾。麻辣锅，我们这个汤里面有很特别，就是我们的食材了。因为汤头大半麻辣锅的汤头都一样，都是有大红袍在里面的麻辣锅。那我们就特别是因为我们海鲜有虾子跟鹅啊，跟那个螃蟹都是很新鲜的食材。那还有比较特别是我们那个自己可以玩的那个双麒麟啊，还有甜点，甜点部分是很升级很不错的甜点，都可以尝到。那还有啤酒，每个人先尝一杯。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，是不用再加任何价钱。店家对食材相当讲究，全部食材都用冰箱展示柜保鲜，上门的顾客几乎都是冲着新鲜的海鲜而来。和麻辣锅对味的大肠头啦、牛肚啦，店家更是用心把食物卤得入味后才让客人取用。我觉得服务很亲切，然后食材很新鲜，尤其那个虾子和啊都相当的好吃，汤头也很好，吃起来没有感觉，加添加味会出来。那听说你以前不敢吃麻辣，为什么你会爱上这个虾子？因为以前这感觉麻辣就是很辛辣的东西，但自从来吃过以后，觉得它麻辣有分微辣、小辣，所以我就从微辣、小辣开始吃。所以现在已经很敢吃。现在大概肠胃已经比较习惯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赞。店里的甜点饮料区也是无限量供应，连高价位的啤酒也随你喝，饭后再来个双麒麟，实在是太享受啦！干杯！